加在。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甘纳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加珍珠。我们今天来到了太和钓虾场。上次 Odobai 的钓虾场。我们今天呢又要来搞怪了。其实我相信会钓虾的大家应该都有跟我一样的想法，就是你平常在钓虾的时候，你就会幻想你自己是一只虾子。哪会啊？不会吗？你不会？不会。我会，我就会幻想说，我是一只虾子，我今天应该会怎么样吃饵，我应该会走哪边的那种感觉，会自己在那边模拟。哇，你好奇怪。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珍珠粉会跟我一样？没有人。我相信一定有人跟我一样，一定有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下虾子在水里到底都在做什么。做什么？开会吗？是在开会呢，还是开趴？所以呢，我们准备了很长的自拍棒，插到水里面去看一下虾子在水里面到底在做什么东西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恳请大家帮我们发起珍珠三兄弟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去一探究竟咯。我们谢谢我们的新干爹名扬钓具。他是可以来个干妈吗？干妈，请联络我们。So hit me, first your confession. With you, I feel a connection. With you, it's like an infection. I've been infected with an obsession. 我们现在开好单了，还没开摄影机就中虾了。我们连线我们的运动摄影机。很好啦。看虾子下面到底在干什么东西？它。为什么屏幕不会动？是插水就没办法连线了。真假？中断了。中断了。你今天做我想看。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哟，你去找虾子试试看，去找虾子。哎呀，这边怎么那么多啊？因为那水泡区，那水泡区，对，你把它放下去，放下去，对，放下去。哎，好多哦，好多虾子哦。哎，对，这里超多虾子，赶快把钓竿放到那个旁边，对，把它放到那个，对，交给我。哎，摄影师，你认真一点。我在看画面。好酷哦。等一下，刚我好像看到好像没有饵，等一下我勾一下。这边很多虾子吗？多。很多。嗯。好，那我把我钓组放在你的那个相机上。这样。有吗？有看我钓组吗？有。有吗？有看到我在哪里？我钓组。哦，在这里，但他们不理我们哎。有哎，好扯哦！你不要一直撞到我浮标啦！我在把浮标带到那边，你有看到？哦，这边有一只虾，然后我把它带过去，这是我策略，你懂不懂？你看现在这只过来了。他们哎，他是不是在吃我饵？没有好吗？他看到我的饵哎，他看到我饵，但是他没有吃。那你再放下去。对。哎，我觉得他在吃哎，他是不是在吃？你看。太吃了！他正在吃了，我是不是要双攻了？哎，他正在吃，你有看到吗？他正在吃，我是不是要把它吊起来？可是我们就直接开两杆了，直接拿你那个，就是在我的那个移动相机上面绑线住，然后我就直接看到虾有没有，然后就直接这样打。哦，最快。哎呦，好像不错哎。可以哦，要吗？要吗？我把线索把它绑在你的那个上面。乱来。就在那边，但它看起来不会动。它是在睡觉、啊。我觉得它在睡觉。那边有三只哎，那边有三只。你再靠墙壁一点，再靠墙壁一点。哎、欸，不要动。有一只虾子，它对你有兴趣。对，它还吃，它夹住了。等一下。他夹住了，等一下，我说打你就可以打，对，他感觉吃进去了。他打哪里？等一下哦，直接往上面拉就好了。等一下哦，三、二、一，看一下，我中了，中了，哎，有用哎，
水哦。哎、欸，好玩。哎、欸，真的可以哎，钓到了。作弊虾。作弊虾，你完全没有看讯号的，就听我的口令。因为他刚刚那一只在最边边的墙角，对，我是完全看不到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也有看长标的讯号，刚刚长标是完全没讯号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看不到。除非你要拖一下，就是把线绷紧，它可能才会去。超作弊，我觉得超作弊。好玩吗？我们再来，再来。还是我们钓边边好。哎，我刚看到这边，这边。这边两只，这边，快点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你注目，枪前面，就这里，对，直接下去，对，你下去就中。他好像在睡觉，是不是因为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呢？这个时间好像是吃饱饭在睡觉的时间。你往上拉是不是？到。没有。太慢了。没有，我们去追着他跑，在这里。在这里，钓到了，你钓到了，你不要跟你们一样，有这里，欸、这里，不用了，你放虾了，这里，放虾，好，我放虾了，哦，好多虾掉下去哦，超多的，全部都在你这里。都跑光了，全部都跑脚下去。哎呦，还有一只同场。没有，右边水泡区在，有虾子好像在吃你的。等一下啊，不要急哦。中了。水哦。其实没有看到，可能会钓的比较好。你说没有拿摄影机的话。而且你有发现吗？你在旁边一直叫，然后老板自己从肉眼就看得到，哎、欸，这边有虾，水清的好。没有，我们这样可以看到哪里？中间，快，这里很多。再来。哎、欸，不要沉下去了。往那边打，往那边打。哇、哦，中了。他脱钩了，他只是行军虾，他经过的，他没有吃。他放进去了。直接打，往上打。对，有没有很作弊？这有点扯。超级作弊。好，往上打，往左上。中了。超坏的。来，我们现在钓完了，我们来做一下小总结。总结就是要抽奖。要抽奖吗？我觉得今天钓虾蛮好玩的，就是有看到虾子到底是怎么吃的。原来它跟我想象的不一样，我以为它会玩很久，结果不是哎。今天只要有吃哦，它就直接是夹了，直接放到嘴巴里，你都没看到对不对？我今天不知道我在干嘛哎。我拿虾竿的时候，我听你的指示去打，然后我不知道不要发生这种事。是跟阿迪他拿 GoPro 的时候手很酸，所以我们交手换他拿虾竿，我拿 GoPro， 然后我就拿着这边一直探测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然后刚刚阿迪就跟我说哪里有虾，这有虾，他说那我打哪里，我不知道，你随便打。可能是因为都钓母虾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吃饵都是非常的利落，一看到饵就直接放嘴巴里面。这样是不是应该试试看公虾才可以知道它怎么？好像有道理，下次可以看一下公虾怎么吃饵。要这样子用，前提是你的水要够清啊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来的这家钓虾场，它的水是完全没有加东西的，所以非常的清澈。最重要是老板也要好相处。老板还帮我们长进。老板帮我们长进，然后对其他客人不好意思帮我们加饭。回归到重点，我们今天有收到一个干爹的虾竿，对不对？虾拳。对，我觉得今天我们使用这只竿子蛮好用，真的蛮好用的。割爱抽出，我们就直接把这只送给大家。好东西就是要跟我们的粉丝分享。对，珍珠粉，回馈珍珠粉，然后除了这个虾竿之外啊，还会抽这个。这个是枪香精，可以拿来擦枪香的，擦杆子放在枪香上面，避免枪香刮伤。还有一把剪刀，然后剪刀的部分是甘纳迪很鸡腿，他说他钓鱼的时候他都是用这个，真的很好用，哎、欸，很帅哦，他是彩泰的，超帅的。一条枪香精跟一把剪刀是一个组合，
这个组合呢，我们会抽出五位观众，给五位观众，然后头奖是虾干，就抽一个，所以总共会抽出六位。抽奖方式呢，首先要先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这个抽奖一样会在 FB 发一则贴文，公开分享这一则贴文，下方留言是留你是从哪一部影片认识我们的，大家记得哦，这三项都要做到，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公开分享 FB 的贴文，在下方留言哪一部影片认识我们。以上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珍珠三兄弟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是甘纳迪，啊，对不起。然后你是甘纳迪，你先。我是甘纳迪，我是加珍珠。大家，拜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甘纳迪。我甲甘纳迪讲好，伫咧十万发浪的时阵，抽出甘纳迪的一只利率，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赶紧发浪，嘿，就是发浪 channel， 不是，那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我也知道没有啊。这样好像没有哎，这样好像没眼袋。这次不抽了，不抽了，带回家。那我寄甘蔗给你们，盒子留给我。